边个利用我，边讲得清楚啫？你谂住用咩 angle 啊？自杀？身上有结界？睇唔到公众嘅利益喺边？咁你咧？师傅，你嘅称公众定利益重啲啊？两样都重要。低温已经讲咗啦，添食条题系关乎公众食物安全，定系关乎教育局帮全港300多间学校午餐服务做招标几亿生意嘅问题，关乎 Cyrus 嘅爹哋苏豪之父罗不凡嘅利益，关乎你哋嘅饭局。你跟踪我啊？我哋讲过要睇住大家，我冇可能明知呢一步系献媚都照踩落去噶嘛？冇咗信任，讲咩都冇用。我信你啊，但信任唔应该系盲目，同埋应该要有分寸，应该系质疑嘅信任先可靠。Sorry 啊，呢一刻我冇办法，你叫我做咩就做咩。我谂食安条题，好多人都会想做，就好似严家军。好多人都会想入，但不包括我。晓薇，你冇事嘛？我好担心你。我原本谂住放低啲嘢就走，点知见到佢哋。原来我哋仲有好多嘢未一齐做嘅，瑞士滑雪、澳洲睇袋鼠，连日本浸温泉都未去啊！你呢排又唔翻工，咁样用晒啲假，仲边个假去旅行啊？我曾经对未来有好多幻想，我以为我哋两个可以一齐慢慢去实现，但点知到头来。我想要的东西和你想要的东西从来都不一样。无所谓啦，现在去不去都一样。既然你在这里封信悭回来，我亲自跟你说，你家的水电煤气费一向都在我卡那里扣的。这几张form我帮你填好了，你签个名交出去，以后就会在你银行那里扣数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妈不知道我们分手，希望你得闲可以去探下佢。锁匙，走啦。晓薇，对唔住。不要啦，你对我不住，我对你不住，大家当打和。我希望你不要再放其他人在第一位，这样很辛苦，为自己做多些事，对自己好些。我原本以为我今天上你我会情绪崩溃，但我没有。原来面对现实，反而我仲松一口气。有一个秘密，我想同你讲好耐。唔知道你有冇发觉个玻璃樽其实系新嘅，旧嗰个我一早唔小心打烂咗。做咩啊你？放手，放手啊！
够胆打我？你话自己边个？你嚟得我度做乜啫？如果唔系我用个 GPS 嚟追踪你，你死咗啦！死咗几好啊！死咗唔使再做你只棋，唔使再做任何人只棋。你用 GPS 追踪我啊？你有冇问过我啊？你有冇尊重过我作为一个人啊？咁多年嚟，我一直跑，我一直向前跑。我知道我跑得慢，但系唔紧要噶，我努力啲去跑咯。跑到终点嘅时候，前面乜嘢都冇，系一片烂地嚟噶。你呢？你明知前面是烂地，你有没有提醒过我？你还一直逼我向前跑，你逼我帮你跑。我徐晓薇今天清醒，由今天起我再不是你的棋，是生是死我自己决定。我跟你一样，都是不停地在块烂地那里跑，但我冇怨啊，因为我知道自己为咩而努力，我系为咗我自己而跑。你呢？我唔系为咗嗰个衰老细，唔系为咗个衰男朋友啊！你一日唔搞清楚你自己想要乜嘢，净系望住个结果，完全唔enjoy跑嗰个过程，你跑嚟都冇意思啦！你唔中意我，唔中意 S N K， 你咪 quit 啦！你喜欢自由，喜欢 slash， 你咪去表达咯，去争取咯。仲有，唔好睇小嗰块烂地啊！有边等楼唔喺个烂地度起出嚟噶？你有好多选择噶，睇下你自己想要乜嘢嘅啫嘛。学下对自己好啲啦，人哋唔珍惜你，唔该你自己珍惜一下你自己啊！即系八百亩，你系阿佢女朋友。原来董就女朋友都冇同我哋讲，我可唔可以同佢讲几句？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